个东营大堂的装修后的揭幕礼。咁希望我哋盲人辅导会的服务，好似我哋今日呢个大堂咁，再发光发彩，提供更好的服务。多谢大家。我哋嘅大堂系用一个光亮嘅设计，都希望咧就系入嚟嘅所有服务使用者啦，同埋访客都能够知道咧服务视障人士咧系盲人辅导会嘅宗旨。而我哋都希望咧就系所有嘅服务对象咧喺我哋嘅服务之下咧，能够走出呢个世界，去享受美丽光明同埋彩色缤纷嘅世界。会务蒸蒸日上，继续为视障人士提供多元及优质的服务。好，三二一，我哋将两块嘅纸牌拼埋。